个是以香港 为平台，扮演好那个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那个使命；一个以香港为基地，外向型的来辐射我们的国家的文化软实力，能够把我们传统中华文化再加上香港一个特点，能向国际社会辐射。首先我非常非常兴奋，国家把香港定位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，比如说我们香港故宫有一批策展人员、研究人员，他是从外国很多年学习、认识、工作以后，非常了解外国观众他的兴趣、思考是怎么样，通过他们怎么去把我们中国文化带给观众，这个外国观众是个很重要的。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呢，我觉得我们非常幸福了。我觉得我们有目标，我们香港呢，的未来是要强调中外交流中心。我们借着这个话题，我们要先了解自己，爱我民族，爱我国家，那么这个是一个起步。